后浪队和前浪队将重新组成三队，考验在极限环境的赚钱能力。现在就是创业前的那个创业。哇，这怎么赚钱呢？先赚五块十五块。红光之力来了！不需要我赚钱，谁还要捞面？那流浪汉的感觉开始有了，对吧？都打上了，非常震惊。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抢我们的生意呢？再见，再见，不送。本周四晚9:40，浙江卫视，敬请期待。本栏目由懂你的微城市海南腾讯生态村冠名播出。